首先老规矩，还是前门部分，如你们所见，上下车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注意它，由于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车型呢，是一台这个顶配版车型，而上了车之后啊，坐大一点的话，相信我们在后排这边的阅读也好，包括上手。那么这个时候呢，操控是一个基本要求。那么尤其是我们说比较贴近于整个轮圈、轮毂中心距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该车热胎情况下，目前能够给到的这个稳胎部分的震动是1.1。座椅加热灯等等都在这边啊，这是副驾驶。你也可以看到，除了头枕之外，几乎是全面这样啊。然后运动模式，这个运动模式下面它会闪一下几个大的，就是闪一下两边的这个转向灯。同时呢，与此同时，在该车型设计当中呢，也有一些修正和一些优化，比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些全部的这个锚。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0991车评中心，我是车评人郑刚。可能这个时候呢，小伙伴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背后给到的这个展厅呢，是来自于现在天坑街的魏派展厅啊。但实际上，我们这次呢，也确实是要来拍魏派的车型。那么众所周知，是我们之前呢，在魏派这个品牌旗下呢，错过了很多车型，包括了这台车。之前的时候，我们测的魏派的第一台车型呢，就是一台 VV7，那验证了当时整个车辆的操控，也验证了整个车辆当时的一个品控品质，甚至于我们说整个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一个契合程度，还有本身变速箱的一个耐久度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与此同时，在当时这种情境下呢，确实 VV7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经验之处，比如说整车这边大气的外观设计，富有攻击性的前脸设计，以及我们说整车这一边能够给到的整个前部和后部的乘坐乘用空间。当然了，就这一点来说，其实实际上在当时这种时间和节点下呢，确实也给了我们一些遗憾，比如说尺寸较大的车型设计，也给了我们新手更多的一些驾乘压力。与此同时，在整车这边的外部，包括我们说整个车辆的侧方这一边的轮毂设计当中，虽然很漂亮，虽然很大气，确实整个胎间部分呢吃的边是比较小的，这在一些复杂路况下确实也增添了一些轮胎受伤的一些风险。与此同时，轮毂挂花的情况呢也是有发生，这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或者收集到的一些来自于消费者给我们反馈当中呢，确实也存在。而不久之后呢，魏派吸收了这台车型所研发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消费者所遇到的问题呢，又推出了这台车型 VV5。 作为 VV5 来说，尺寸小了一号，但是空间并没有缩水多少。与此同时，在合理的售价范围之内， VV5 呢又给了我们更多有关于颜值高度契合的同时，更多不一样、更多更好接地气的一些选择。但作为这台车型来说，确实还是留有一些遗憾。在增强了整车这边的操控性，以及我们说降低一定的油耗的同时，在该车型当中确实没有四驱的配置。而作为我们说一些复杂路况下的一些使用，比如说冬季路况下的应对，以及我们说整个山区部分的一些穿行、一些使用当中来说，确实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而且在整个轮间这边的轮胎的设计当中，也丝毫没有做出太大的一些改变，这对于我们说一些新手，尤其是比较心疼车的这类人来说，轮毂的挂伤、轮胎的一些损伤，确实存在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阴影。而到了后来呢，四驱版的 P8 呢终于上市了。作为 P8 这台车型来说，毫无疑问油耗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点，续航里程也是它的优点之一，但是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整车这边较重的一个车重，以及我们说操控上面的一些减退，还有就是有关于该车型在整体的售价上面来说，仍然是我们说新能源车型当中是一个比较高昂的这样的一个尴尬境地。当然了，我们相信 P8 以后呢会有更多成熟的版本能够去面世，这样一来相对应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在现有的状态下，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一款产品延续之前的风格，延续之前的外观，给我们更多我们想要的，并且能够优化以前它所带来的一些缺点呢？这台车就是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这台 VV6。 那么如你们所见，我面前的这台车型呢就是 VV6。 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呢，我就说过了一个理念，那么作为家用车型来说，选择白色或者是选择这种灰色的车型呢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作为这种车漆来说的话，是比较好擦好养活的，而且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它的划痕因为整个色系比较偏淡的这样的一个几种色呢，也是不太容易去显出来的，对比一些我们说色系比较深的颜色，比如说黑色，就会更好一些。当然了，
针对于该车型来说，应对于不同的这种消费群体，它也能够具有更多的色系呢去给大家做选择。比如说除了我们这一台目前能够看到的艾尔斯灰之外，还有黑色、白色、红色、蓝色这四种颜色可选。而作为我们说黑色以及白色之后呢，这两种颜色来说，也是从 VV7 开始到现在的这一台 VA6 来说，都是非常合适整个车辆的外观设计的这样一种颜色选取。那整车的前脸呢，如你们所见，跟之前的魏派的系列车型呢没有太大的区别，仅仅是在于一些边角，包括像我们说大灯接缝处的位置呢，会有一些这种线条的勾勒上面会有略微的一些不同。而与此同时，在该车型的设计当中呢，也有了一些修正和一些优化。比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些全部的这个盲区部分呢，也有整个正前方部分的位置呢移到了我们说的侧方，这样一来的话呢，针对于整个前方这边的视野除了更清晰之外，也不太会有一些遇到比如说雨雪呀、溅落呀这种情况呢弄脏我们的摄像头。与此同时，下方这边雷达呢也做得更为集中，这样一来针对于整个前部这一边间距的把控、盲区的把控，包括像我们现在这边自适应巡航这边的模组的工作呢，都会变得更加稳定也更加成熟。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车身侧方。那么从整个车身侧方去看的话呢，如果你们从远处去看，那么这台车型看起来跟我整个人的比例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合适的，作为新手来说尤其是这样。4米625的这样的一个车长，加上我们说2680毫米的轴距呢，应对于我们说现在日常驾驶当中作为紧凑级别的 SUV 来说算是很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块头了。那么应对于我们说之前长城系列的一些用户，包括其他车型的一些用户来说，2680毫米的轴距也应该是大家能够上手就能够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车辆的一个轴距了。而该车型在整个一些细节上面的一些设定呢，包括整个车漆接缝处的一些处理，甚至于我们说其他部分的一些细节呢，都会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去给大家做出一些展示出来。那么这应对于我们说现在整个产品的一个延续，包括整个系列产品的一个延续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说第一代产品可能会做得比较不错，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会有一些缩水。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这台车到底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出来，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最好。整车这边作为一台 SUV 呢，拥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通过性能，尤其是我们说整个底盘的这边的间隙。据我们所能拿到的一个参数上面来说，整个底盘的这边的间隙呢能够达到的是17，也就是17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这样一来的话呢，应对于我们说整个路面的一些崎岖不平啊，包括像一些这种坑啊洼啊的这样的一些路面，也就不会太过于担心。而且说回到这个整个轮胎部分的胎壁呢，那你们可以看到的是目前所搭载的轮胎是来自于米其林旗下的产品，尤其是我们说 Green X 的这套轮胎呢，针对于我们说现在尤其是一些这种路面比较粗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材质沥青去铺装下来之后这种表现来说，也拥有不错的静音效果的同时，它本身的排水性能做得也不错。与此同时，在该车型的整个轮毂设计当中，采用18、19两种比较成熟的这样的理念呢，去匹配到了整个车辆的这种悬挂方面。那么一方面呢，进一步的去减轻了有关于我们说整个簧下质量这边的负担，与此同时呢，也将整个轮毂这边的造型处理设计和整个刚性呢都考虑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且整个胎壁部分的厚度呢确实也是给了我们说在整个该车型行驶到一些这种烂路情况下更好的一些稳定性，包含了咱们说现在整个胎壁不太容易受伤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当然了，还有大家比较心疼的轮毂，这次呢终于也是不用过于担心了。而整个车型在悬架部分内部这一边呢，由于本身考虑到了更多的一些这种高速路上的行驶以及轮间部分胎噪的一些照顾，所以在整个前部以及后部呢都采用了直通面板部分的一些设计呢，去给到了更好的一些噪音吸收。与此同时，在整个内部这边的部分呢，也采用了相对厚度比较适中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喷胶，做了一些咱们现在的撞击，包括像是咱们说现在整个噪音部分吸收类的方面的这个防护。而前悬的部分呢，从内部去看的话，你们不难发现采用的是通风盘的结构设定，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呢，也是咱们说现在大多数国产 SUV 它这样做的一个标配。但是不一样的是后悬，前悬迈不进悬架可以视作是一个标准的配置，包括像整个前盘的通风盘，而到了后盘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长城的特色。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后盘这一边也采用的是一个通风盘的结构，这对于经常需要在一些野外路况下行驶、山区路边上面穿行，以及我们说整体需要有走走停停这样一些路况下，那它都能够去给你给到很好的一个稳定状态下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刹车系统，就这一点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而单就这台车型来说，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是四驱。没错，
这台车型一共给你给了五款配置，那么在次顶配和最高配这两款车型当中呢，能够去选择的则是我们说现在这台车型的一个四驱版本。那么作为这台车型来讲的话，四驱毫无疑问是弥补了之前很多用户心中所留下来的一个遗憾。那么同样的售价，如果能够更合理的同时去有一个四驱去让你去选择的话，这才是一台 SUV 真正的意义所在。而作为家用来讲， SUV 在现在的冰天雪地确实很实用。在之前的时候，其实魏派的这个尾部的设计呢，可以算作是一个中庸和时尚所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其实实际上你在看惯了整个魏派车型穿行于大街小巷的这种时候呢，魏派整个车型无论是前方的设计，还是后方整个这一边整个车体的外观设计也好，灯组部分的组合也好，尤其是我们说在夜间点亮的时候，都是给到了更多人更醒目的一个识别。这也是我们说整个车型外观设计当中的一个理念，毫无疑问魏派做到了。当然还有一点则是我们说有关于这个可变回压排气的这么一套东西啊。作为开车型来说的话呢，其实实际上在一些很多的这个其他媒体当中表述当中认为说，你有一个四出排气一定要跑得非常快。其实实际上这个呢，作为专业媒体来讲不应该这么认为，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合理排气设计的一个优化体现。比如说单边出压的时候和双边出压的时候，整个这个引擎工作的一个工况是不一样的。那么针对于我们说中低转速和中高转速以及我们说高转速部分后段的这个整个出力来说，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出力体现。所以并不是说排气管多你就一定跑得快。当然了，作为魏派的车型来说，八秒到七秒之间的加速，在以这个快度上面来讲的话，在魏 V7 那个时候当时的表现来说也确实不算慢。不过很可惜的是，在之前的时候确实是被一些不良媒体拿来拿这个东西做文章去做吐槽，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车型要有一个理性并且客观的认知。当然了，从我们说 VV7 也好 VV5 也好，去给到了更多的一些变速箱更成熟的这样的一些优化的过程当中来去看的话，我们还是有理由去相信魏派能够出这样的一台车型，能够出性能版的车型，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台车型你说动力够用吗？完全够用，因为 2.0T 的这台发动机能够给你给到的这个最低出力区间呢是1000转，而在这1000转的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它就已经能够去输出200牛米的扭矩了。而作为355牛米的这个扭矩峰值呢，也完全能够在2000转的时候就开始起压，到3200转的时候才会给你结束。而这样的一个比较靠前的出力点，完全是结合了我们说之前能够去给到的更多产品当中收回到的一些信息去做了一些这种重新定义和重新优化。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还是来一起看一看这台车型它今天的表现到底如何。 OK， 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我的手上是一个震动测试仪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该车型有关于在现在的稳态，也就是我们说现在整个这个车辆的水温达到一定状态情况下，该车型整体的这个发动机的一个稳定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该车型整体的这个稳定啊，我们找取一个点来测定一下该车发动机的一个震动，我们测到的是这几个点都有限速不太好，我们就测这个盖子上吧，因为这个盖子本身来说和整个气门哨挂是连接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震动状态，准备好了吗？该车热态情况下目前能够给到的这个稳态部分的震动是 1.1， 但是最大的一个震动是 1.3 啊， 1.1 到 1.3 之间。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整个车架的部分。那么作为车架部分这一块来说的话呢，能够去给到的部分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一侧的部分啊。我们现在呢以接近金属的这一侧的这个位置吧，啊这儿做一个连接，因为这一侧下方这边是一个金属支架啊，正好连到叶子板。准备好了吗？好了啊。车架部分的震动很小啊，车架部分的震动很小，给到的这个震动部分呢最大的一个记录是1.1。OK， 那么作为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在整个车辆这边的悬吊啊，包括像发动机这部分的一个滤震啊，悬吊这个部分能够过渡到整个车型上面来说做的还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该车型在这个车辆内部，其实我们的摄像师过来到我们这侧，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车辆的侧裙部分，现在将整个这个数据归零。那么侧裙这个部分准备好了啊，侧裙部分有轻微震动是0.4，有最大记录是0.4。OK，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车门部分的震动啊，以铰链部分这一侧的这个限位器做一个基准，然后将数据归零，准备好了吗？
铰链部分的震动是零点二，整体来说这种震动包括像它车门侧这一侧也好，包括像它整个这一侧的边缘感受也好，都是很轻微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现在来回归到整个车辆的乘坐感知。那么乘坐感知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就会涉及到有关于该车型在副车架这个部分，包括像整个底盘震动上来说的话，这种传递有可能会稍大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座椅部分的震动吧。那么座椅部分的震动我们给到这一侧的部分，等一下我把数据归一个零。好，准备。哎，可以看到和侧旋部分几乎是一致的，0.4。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到的是数据归零之后的整个主传感柱部分。好，转向管柱部分我们来测进一下整个震动，准备好了啊。转向管柱部分所传递的这个震动呢会稍微大一点，0.5左右。 OK， 那么接下来呢就不难发现是该车型在整个引擎部分的震动呢还是有一些偏大的，但是经过了悬吊部分这边的一些缓冲，包括像整个车辆这边车架呀，以及我们说副车架部分的一些缓冲之后呢，在传递到我们说整个车辆这一侧的部分的位置呢，其实实际上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人的这种感知当中，我们认为说整个这个座椅的部分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震动，有可能是来自于整个排气部分的这种震颤啊，包括像我们说整个发动机部分轻微的一些震颤呢都会传递进来。而从这一点上去讲的话呢，多少在我们说这种怠速状态下呢会给到一点点轻微的不舒适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认为说该车型的这种待转速啊，咱们现在来看待转速，作为该车型的这个待转速呢，如果以现在这个界定来说的话，它是比800转略低的。可以看到最低的这个点啊，我们往上给点油门看啊，我们再回来1800，低于800，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么如果以一个标准四缸机的待转速来界定的话，低于800转的这种怠速呢，需要整个引擎做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精加工，包括像我们说这边的一个紧密配合，才能够给到一个比较好的运转状态。那这也要求了我们说每个缸的喷油嘴也好，每个缸这边的点火线圈也好，甚至火花塞也好，都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状态才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建议啊，主机厂是否能够去把这个怠速标定状态呢能够冗余度提高一些，因为咱们都知道四缸机的标准怠速其实实际上是800转的正负偏移50转，也就是说它最高可以高到850转，最低可以低到750转。那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种震动上来说，它的这种待转速的临界值可能会比750转还要低一点点，有可能会偏个10几转20转左右。那如果能够给到800转的这样的一个偏移左右峰值，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说像这种轻微的一点点的这种震动，我们现在尝试模拟一下啊，因为它的这个油门部分的标定呢是比较缓的，所以我得轻微尝试踩踏一下。哎，大概在820-830转的时候，我看着上面啊，大概在820-830转的时候，不到850转，这个车型整体的这种轻微的震动就没了，就完全没有了，就是它的这种共振点就错过去了。所以我们认为说该车型应该把这个待转速的临界稍微再去控制一下，再优化一下，那么针对于震动这一块来说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表现。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该车型有关于它的这个待转速下噪音部分的表现到底如何。OK， 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热车部分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也就是热态情况下的这个噪音测试环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该车型整体的这个怠速噪音表现到底如何。首先，我们这个手上呢是一台升级仪，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始测试，保持车内安静啊，准备好了吗？好了啊。OK， 我们来看一下怠速部分的最低噪音。目前怠速部分的最低噪音为36.9分贝。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怠速噪音。最高怠速噪音为44.1分贝。
而在整个车内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说该车型目前的这个怠速呢似乎是有一些振动类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呢我还是结合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个振动部分的这个测试呢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认为说该车型整体目前的这个怠速标定来说的话呢是有一些略微偏低了。那么从这种角度上面去说的话呢，就容易造成一些车辆由于各种共振的这种互相作用的情况下处于一种共振的临界点当中。那么这种情况呢会在我们说待转速稍微攀升一部分的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得以改善。所以我们认为说该车型整体的这个待转速呢尽可能会贴向于850转的这种临界点，可能会相对来说对于这台车型来说会比较好一点。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该车型别的方面。那么说实话啊，坐到这家车内之后呢，其实实际上针对于我这种瘦人来说，那在前排的这种乘坐的质感来讲的话还好，还可以包容。你像我现在所手放的这个位置啊，就手臂所放的这个位置，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完全被包进来，而是手肘呢是完全突出了，我们说突出于现在整个这个座椅包边之外。所以就这样一来的话呢，针对于比我稍微壮一点的人，比如我的摄像师，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乘坐可能会有一些感受，那么你不妨说一下。稍微有一点包不到全啊，就是感觉有点隔空，对吧，就是背部贴不到位，那实际上还是因为它太窄的缘故，有点窄。所以前排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根据不同的这种人体型，你要给不一样的这种座椅的定制。我觉得这种座椅如果对比像之前你在拍后排的时候，可能后排这样的一个乘坐会更舒适一点。对，就是这种包边你可以有，但是不要包得这么紧，不要这么直角的这样包，你稍微斜一点可能就舒服一些了，对吧。 OK，那么从整个车辆的前部的这个采光部分，包括像我们说现在整体的这个前方视野部分来说的话，目前这一侧部分的区域是一个档区位。那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开我们自己家里面那台哈佛 H6， 那包括像开这台车型来说的话，在整个这个坐姿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高度上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头部这一块这个中央后视镜这一块的部分的位置呢还是有点档。不过好在这个车型的坐姿是偏低的，所以说比起 H6 来说的话，这种问题还不是太明显，可以接受啊，尚可接受。那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我们认为说该车型其实实际上仍然需要做的一点，就是要摆脱之前设计上中的一些这种框架、这种约束，那尽可能跳脱出来，然后给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出来会更好一点。那可能开惯了轿车人来说的话，针对于这个东西中间档的这个区块来说的话，这个位置可能感受就会更加明显一点。相信周围小伙伴们应该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啊。OK， 那么转向方面来说，我现在简单试了一下这种展厅里面的啊这种表现，其实实际上来讲的话，说得过去，但是我们认为说还是略微有点这个重了。那么主要还是因为目前是一个运动模式的这样一种表现。那在整体的这个变速箱目前界面当中的话呢，有很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 EPB， 比如说这个自动驻车，再比如说 Eco 的一个模式，包括现在的这个经济模式。当我激活了经济模式之后，你会发现这块主屏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出来。那还有就是仪表也会联动，另外呢就是这个车辆的 ESP 可以一触关闭啊，前向辅助系统已停用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在这个仪表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当你关闭它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完全不会去牵扯说有关于该车型你是不是需要长度深度的去关闭它，就根本不需要，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陡坡缓降啊，然后包括了我们说这个主副驾驶的这个座椅，你在激活了之后呢，你会发现驾驶员座椅加热、通风、副驾驶座椅加热等等等等都在这边啊，这是副驾驶的。你也可以看到除了头枕之外几乎是全面这样去加热的这样一个图示都存在啊。那么这个就不跟你们说太多了。另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之前所说到过的其他的这个功能，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标准模式啊，然后运动模式，这个运动模式下呢它会闪一下几个大的，就是闪一下两边的这个双闪灯，同时呢将这个车辆的待转速会提高50转左右。那这个时候整车这边从刚才的这种 Eco 模式下，你再切换到标准模式下，再到了我们说现在运动模式下，明显的这个车的共振减轻了，这说明它的这个待转速确实是对于整个车辆的共振会有一些影响，对吧。我们来试一试啊，来，你现在感觉这个震动上面怎么样？是沉重了一点。什么叫沉重了一点？就是感觉声音上面沉了一些，对，那震动上面也会稍微大一点。对，我们现在再来切换到这个模式啊，声音就感觉干净一些了，轻微一些了，而且整个这个震动上面感觉频率上面也没那么糙了，就感觉会迷一点啊。相对来说，你频率如果能够达到人感受不到这种地步的话，那就是越频密人越感受不到嘛。
所以从这个点上去讲的话呢，也是侧面证明了说这个车型整体的这个带转速标定啊，对于它这块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雪莉模式又接近回到了我们说之前这种标准的这种感觉，对对啊，然后泥地模式，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沙地模式，其实除了这个运动模式下呢会有效减轻有关于它这个共振上面这种轻微表现之外，别的方面来说其实都是一样。那么我们还是认为说带转速的标定这一块来说是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啊。 OK， 那么再下面这边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啊自动启停关闭啊，包含了咱们说现在的这个整个车辆这边的一个其他的相关功能，还有这个雷达部分啊，360度全景影像都在这儿了。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将我们现在离后面的花是比较近的啊，我们现在将它挂到了 R 档上面，你会发现这一侧的部分和这一侧的部分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雷达所感受到的这个花本身它的这个叶子距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会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以这种标志参照物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评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公平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出来。 OK， 那么包含了咱们说现在的这个驻车啊，目前所给到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实际上就是自动泊车系统。但是当前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啊，整个这个引擎部分啊，这个仪表部分，当我在激活它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合适去用到的这个部分的话，自动泊车辅助系统不可用。为什么？因为它会通过你现在的这套系统呢，去辅以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地面标志标线的方式去检测你当前是不是在车位内。如果没有这种标志标线的话呢，它很可能就无法很好的正常工作辅助你，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不让你用啊。那简单的说一下这边的这个功能之后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D 档。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它雷达呢还是会持续稍微工作一段时间，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来说还是不错的啊。哎，我们稍微离开一下，哎，这个时候几乎还在给你给到这360度影像。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设定来讲，对于你的停车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转向部分的，我们现在调到轻便模式，哎，这个时候就对于这种铺的这种瓷砖这种路面来说摩擦力比较大，这个时候就非常舒服了。所以针对于像在日常情况下去行驶的话，针对于不同路况，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助力这种大小选取，都会变得比较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来切换到 D 档，然后给点油松开刹车啊，没踩油门，哎，带转速控制还可以，好。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尝试去倒车，然后来看一下倒档部分的这个扭矩，松开制动，好，右边这个已经报警了，两侧都报警了。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切回到 D 档，再来往前走。其实这个对比我们自己家里面那台 H6 来说的话已经做得很好，就是什么呢，就是之前哈佛的车型搭载双离合变速箱之后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你不点油它不走，甚至于稍微带点坡道的情况下它可能都会有一些轻微的后溜的这种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我们认为说该车型的设计当中它把这个带转速标定的这一块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那尤其是我们说在挂上档位之后，它往前去接续或者往后挂倒档之后的这个动力接续做的还是 OK 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简单体验下来之后呢，我们认为说该车型其实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些轻微的共振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空调送风系统。在空调送风系统之中呢，它其实实际上是赋予了很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你现在激活了这个 Model 模式，那就可以在整个这块主屏上立刻就可以去操作了，比如说这边的一个温区啊可以看到，然后整个这边这个送风啊都可以去选择，当然了还有物理功能按键在这边备用。所以其实实际上我现在开最大风量，那么作为摄像师你感受一下，我现在三股风全给你，然后一组分给我自己。其实实际上这种风量属于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状态，就是它给你给的风是完全足够并且不会猛吹你那种，但是给你感觉确实就好像你在洗澡的时候给你放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用了一个质量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淋浴花洒，这个花洒可能水流上面是给你给一种非常温润非常舒适这种水流，不会特别的这种过猛，
但是水量呢又刚刚好，就像这种感觉。所以我认为说，你像这种360度圆形出风口设计，再搭载上我们说比较合适的一个风力推送的话，这一点来讲的话做的是很不错的啊。而且我个人认为你在你那边这两个给你就够了，对，然后我这边三个我的OK， 那这个就不逗了啊。其实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蛮不错，那么这也是完全承袭了我们说之前魏派一个比较不错的品控品质，那就是在共振上面啊，带转速的这个偏低的标定上面，共振上面来说稍微下点功夫，这个车应该就 OK 了啊，没什么大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车机，车机部分呢，目前能够看到的这个部分啊，可以看到，哎，这是整个主屏关闭啊，都在这儿了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往上菜单拉上去，拉上去之后呢，就会完全回到整个车机主屏当中。那么目前它能够给你给到的这个部分呢，是在这个保护膜的加持下，但是如果我们把保护膜撕掉的话，其实你可以看整体的这种流畅的质感是哈弗 H6 给不了你的。我自己家里的哈弗，如果你要有这种表现的话，我跟你说那真的是可以来一台，但是问题是没有。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像它这种如果不是单独定制的话，是不是能够去把整个这个车机部分的系统尽可能去优化到同样的一个水准去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么收音机这部分呢，在钢结构展当中我们就不做过多演示了啊。然后蓝牙、导航、语音识别，我们先来看语音识别。我想听收音机。好的，打开收音机。关闭收音机。好的，打开收音机。哎，它显示的是关闭，但是我现在说要关闭它的时候呢，它现在反而没有给我关闭，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将声音打开。江小鱼，你站住！关闭收音机。好的，打开收音机。你没媳妇了？所以啊，你怎么就过不来这个班呢？他对于这个指令上面的识别来说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收音机的部分的这个功能模块，它只是会有一个触发打开的功能，却没有关闭的功能。那么关闭的功能来说的话，应该要尽早提上议事日程，就是它能够更好的识别。我们再来试试看。打开天窗。好的，正在打开天窗。哎，这个部分的硬件处理设计就不错了啊。那么我们现在模拟一下，假设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吵杂的工作环境下，我看看它能不能够听得到啊。我现在给点油，这个就应该很吵杂了啊。关闭天窗。好的，正在关闭天窗。哎，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如果它能够在保证一定的这个我们说行车时候的这种噪音隔绝的话，那我认为这个部分的整体的这种实用效果，在日常驾驶的时候你也能用，不光说我只能停车用，不然我一车一跑起来它就听不见我说话了，它不会有这个问题啊。打开导航。请先接受免责声明，然后使用导航相关的命令。哎，但是它给你打开了，打开之后我现在免责声明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在这一块您当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下向路啊，我现在呢假如说要给到一个合适的这么一个定位，我看看它能定到哪儿啊。它不是卫星已连接吗？看凯歌生活馆东茂，哎，还真是，看见没啊，还真是，我们就在这儿，还不错啊，还不错。OK， 我们现在搜索地点，不用它这个引擎，我先用语音的。我要去二道桥。搜索到多个相似结果。哎，不错啊，这个不错啊。然后我们现在再按一下它的时候，它就给你把这个选择界面就关了嘛。然后目前它是 WiFi 未获取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可以了。我要去三巷子。不是很确定，哎，这个对于方言啊，我要去山西巷。换一种说法试试吧，我努力思考一下。我要去山西巷。哎，这个就还可以了。搜索到多个相似结果啊，这个可以了。但是你看乌鲁木齐这边的山西巷，它可能就没有。
就是它必须得从山西省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它能够给你识别的很清楚，但是它内部存储记忆当中没有这个数据啊。我刚才说了很多话，看看。很抱歉，没听懂，请再说一次。我要去乌鲁木齐山西巷。您可以说第一个，都不是，返回、退出或者取消。都不是。我要去乌鲁木齐山西巷。搜索到的相似结果，哎，这就来了，请选择。这就来了，这就来了，退出，退出。退出，退出，关闭。哎，这个时候就你看，就只能人为关闭，就是它还需要再更进一步的去优化它自己的基础使用，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搜索逻辑、语音分辨能力。或者说他现在的存储的这个语音命令库里面，他是否有相似的这样一些话语能够去替代的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你像天窗刚才我们试了嘛，我们再来看看空调。我有点冷。好的，你将温度调高一度，请问。我有点热。好的，你将温度降低一度。风太大了。好的，风量减一级。空调关了，啊，空调关了。好的，空调已关闭。哎，这个怎么样？就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随意说的啊，就是哎，你给我把空调关了，我现在再来试试。你给我把空调打开。好的，空调已打开。我刚才说话语速很快了啊，空调关掉，空调关掉。这个可能我啊，说这个有点复杂了。试试说点别的吧。空调关掉。好的，空调已关闭。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里面，你看刚才空调一直在开，三个角度全是给着我的送风吧。这个实际上针对于我的这个人，我们自己听的，我这个麦克风上面可能都有很大的声音了。那他自己这个整个车机部分，在整个音频部分的采集、声音采集上面来说，做的应该是很合格的，应该是很合格的。你看这个天窗部分，很大的机械噪音，空调部分的运行噪音等等等等，这都出来了。我们再模拟一下啊，如果我们现在将整个这个，平时呢要上班，这部分打开，这小溪呢又还小，你打算？我要听点歌。收听 FM， 那不行，不能因为我婚姻。有没有网络歌曲？无法使用。哎，无法使用。少见面，还能少掐呢。就是，其实实际上，我们认为说这个基础硬件基础做得很不错了，就差说哪儿有女朋友，这什么时候能做到这种，那就更好了。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吐槽说长城的车机不行，吐槽说哈佛的车机不行。这一次真的是让我觉得说，哎，语音模块这块我能夸一下，虽然有一点点轻微的瑕疵，但是大面上面来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嘛，对吧？关闭发动机。好的，空调已关闭。啊，我们再说清楚一点啊。关闭引擎。这个可能我暂时还不会，试试说点别的吧。熄火。换一种说法，啊，这就是如果它的这个底层啊还没有触及到说是特别深度的这种，所以从这一点上去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再更进一步优化一下。但是如果有一天它能够做到这些东西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变得很棒了。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这个导航部分它基础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现在它现在需要搜索关键字，但是它现在肯定还有一个区域选择。其实实际上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就说是有语音引擎，它就能够去把这一步就给你做到了。比如说我要去山西什么什么，和我要去乌鲁木齐的山西巷，这是两个概念嘛，对不对？哎，过几天，送您跟我爸回沈阳。哎，看啊，
我们现在要去，比如说订到新疆，订到乌鲁木齐市，好，然后我现在，你就知道妈的心情了。嗯，哎，这个你看到没有？它就会有一个词组。但是如果我现在不用拼音，我现在用这个呢？来来，一二三四，哎，有医院，来，啊，点一下，然后点个导航。那么这个时候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开始激活导航啊，他现在还有个导航十秒的十五秒左右一个倒计时，对吧？我现在选择这个路线三啊，有几个红绿灯，六个红绿灯，八个红绿灯，这个里面都会有，对吧？然后如果你现在还有别的需求，比如说我避让高速，我就不用高速了，哎，这还有路线一路线二路线三重新给你选。 OK， 我们现在开始导航，开始前方去往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全程33公里，大约需要59分钟。哎，这个好，前方就是你看，我背景的这个音乐它没有音量，没有改，对吧？但是它给我改的是什么？你他妈谁做头乌龟呢？就是它一开始如果这个东西，就是它整个这个导航在做介入的时候，它这个声音就会负责导航这个音量控制。如果导航不介入了，那这个时候它就开始负责的是整个这个背景的一个音乐，比如说多媒体这一块的音量控制。我觉得这个还是做的比较好的啊，有点意思。OK，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整体的这个主机页面，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啊，语音识别已经玩完了嘛，然后怠速也玩过，这个导航也玩过了，然后车联网我们看一下，考拉 FM、QQ 音乐、QQ 音乐和考拉 FM 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一些侧重点，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听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这种收音电台节目，那这个里面就会有很丰富的内容可以给我们了。然后 QQ 音乐里面其实实际上就是你买了他们这个 QQ 音乐的音乐包，你登录当前他你自己的这个 QQ 账户之后，它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东西能够下载下来给你，比如说你自己喜欢听的一些这个音乐的曲目啊，这个播放列表呀，甚至于如果可以的话呢，甚至它还能够去把你的一些当前的无损的音源、无损的音乐，如果允许的话，在有版权的情况下还能给你下载下来，所以从这一点上去讲的话也是不错了啊。而且从刚才听收音机这块来说的话，感觉音质还行啊，说得过去。 OK，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主页当中，再来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啊。然后手机互联这个里面包含了 Apple 的这个 Apple 这个 CarPlay， 以及我们说百度的 CarLife， 也就是面向于一个是苹果的这么一套系统，然后一个是面向于我们说现在安卓的系统，所以哪个好用用哪个就 OK 了，也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无非就是一个投屏啊。然后车辆设置、通用设置、蓝牙设置、 WiFi 设置、音频设置和出厂设置。在音频设置当中呢，它的整个这个均衡器分为高频、中频、低频三个不同的调整方式，那每一个部分的调整方式呢都可以自己去非常畅快的这样进行一个调整啊，而且你也可以回归到零位。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的是声场的部分啊，立体声、环绕声啊、音量随速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存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是蛮丰富的啊。既然已经涉及到了这一块的话呢，那我们就不妨用一下这个比较别扭的 USB。哎呀，这个 USB 我真的是头疼。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想插这个 USB， 我得先下车，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我才能找见 USB， 然后我把钥匙放在这儿。当然，它的这种考量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插在那个不停的位固定位置不动的话，你很少会去插拔它，所以就放那儿就好了。但是这个确实很不方便。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是滑块，看见没，整个进度滑块都在这儿，做的还不错啊，稍微有点延迟，但是整体来说还可以啊。我们现在把这个音量打开，当你不松开这个滑块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它有一个特点，它不播放。
说吧，就是 Infiniti 给这套车呢打造的这套音响单元其实做得非常不错。首先值得表扬的一点就是高音部分，尤其是我们说作为 A 柱部分的这个亮点来说的话不用说了，但是 A 柱这个部分的环绕单元给到了很大的一个加分的作用，尤其是我们说立体声和环绕声的这个两种不同的音场能够给到的东西。立体声呢更多的时候是把整个音源往前压，然后更多的是把整个细节突出给了整个 A 柱部分以及我们说整个前门门板部分的中音以及高音，对吧？然后一部分的低音呢通过我们说现在整个门板这边喇叭以及环绕部分的声场呢能够给出一部分，但是总体来说音源部分的整个声压级别是往前压的。那么作为环绕声场来说的话，后部这一块的细节一下就秀出来了，然后整个后门这一边咱们也注意到了，就说是也有高音单元，就也有它的高音头。那么整体这边声场的开阔度一下打开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低音部分呢是多少有些偏强了，所以你会看到在我们完整的这个测评当中，我现在将低音部分呢削弱了这个负六啊，削弱了六度，然后中音部分呢提升了一度的时候，高音部分提升了四度，这就意味着说我现在要更多听到的是什么合适的一个低音配合整个生产出来的时候的一些细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我们认为说该车型的车机它的解析度，甚至于我们说整个这一套音响来说的话，已经够得上说是跟之前所有的这个长城也好、魏派也好这些车型去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划分和区别，就是一个分水岭了，是这样的一种表现。而从这个角度上去说的话，我们认为说这一套音响应该是足够让你能够去有一定的欣赏、有一定的享受的这样的一种体现能够展现出来了。这是在这个音响的这种表现之下，而且你也能够发现的一点的是，该车型无论是我们刚才在声场当中的定位当中，无论是在最前还是在最后，它所给出的这个声场定位，包括像我们说整个声压级别来说，前部和后部它在临位的时候并没有说特别大的区别。这样一来的话，就意味着说你的声场定位更加精准的同时，你的每一个单元给出的功率都是足够的，并没有缩水。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多车型做不到的一点。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这么去试的时候，很多车我说哎，后部声场可能不太够，前部声场太强了，或者有反过来这样的情况，对吧？甚至还有左右偏的这种情况，这家车都没有。所以我们认为说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因为你刚才跟我一直在听这歌的时候，我看你表情跟我在变啊，然后你来谈一下，就是关于该车型这个刚才听加入旅馆这一段，就是把那个声场放到前面的时候，感觉就是一下就感觉硬，对对对，哎，硬不够柔，然后不够自然。但是往往这种时候就说是很适合你听什么呢？听摇滚啊，对，听这种流行音乐啊比较劲爆一点，节奏感比较强一点的，哎，尤其是我们说在跑高速的情况下，可能很多时候咱们希望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对，但是环绕声场呢大家都可以享受，这种时候可能你坐后排听跟坐前排听的感觉会有所区别，但是区别并不大。对，这是一个好的声场定位。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一个工程师就要把一个车上的音响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他需要在车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去听不一样的整个定位出来，才能够给到一个更合适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也是为什么说有些时候我们要求说这个声场的定位可能需要向右偏或者需要向左偏，因为我们人坐的位置不太一样。但是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我们认为说你在临位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这个就是临位，在临位听的时候这种感觉还不错，无论是你这边听还是我这边听啊。所以不是说简单的这个 CNC 的金属教学工艺啊，这个只是个噱头，面板只是个噱头，但是里面真正给你给出的内容，给你给到这种音乐，给你给到这种感觉，这是哈佛以前没有的，威派以前没有的，现在给你了啊，现在真的是做到了，就是用心在做啊，用心在做。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它其他部分能不能够去读出来。普通 MP3 肯定没问题了， APU 都读出来了嘛，对不对？哎，都可以， WMA 也没问题。这是 U 盘的这个语音部分啊，我们来音频部分啊，我们来看视频，看看视频能不能。江小鱼，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良知，哎，这个，现在最好马上走。这个视频你看，这个视频现在就出来问题了，未能找到有效的媒体文件，就是这个时候的视频就出不来了。但是很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就说是我现在当前的这个文件格式它一旦不支持之后啊，它有可能会给我断开。看，它有可能会给我断开。祝你和孩子幸福。我现在把 U 盘拔出，我再插进去。喂，你好，是我。哎，又出来了。所以这个里面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它出现了一些不支持的这种媒体格式的文件之后，它读不出来，它会把当前的这个 U 盘给你中断，
这个是不允许出现的，所以我们认为说主机厂应该把这个它的这个介质读取这一块这个逻辑啊优化一下。那我读不出来没有关系，你给我再跳回到音频都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把音频也没有我就是也给我直接卡掉了，然后直接给我变成说我收音机然后我U盘就不读了，那不行。所以这个部分需要优化一下，这个应该是整个这个主机上的一些细小的一些缺陷今天被我们发现了啊。不过我觉得这个由于软件上的问题嘛，其实打补丁应该也相当快，所以这个也算不上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OK， 那么简单体验了一下这个车型的车机以及我们说现在整个引擎和变速器，那我个人认为说这台车型目前应该在以哈佛原始就是我们说之前包括我们自己家里面那台 H6 这种使用基础之上，我认为该车型目前它现在静态部分包括像现在能够给我给到的这一部分的体验当中能够做到这个85分吧。因为你看首先这个共振部分有一些存在的问题，主机方面来说对于这个错误的格式选择之后它会断开 U 盘这个东西也是存在一些逻辑上的错误问题，还有就是语音部分这一块的这种执行能力虽然很强，收音能力也很强，但是它却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识别有关于相对较快的语速以及地方化的方言这两点。那从这几点如果能够再更进一步完善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应该算作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一种体验了。OK， 那么简单体验完了整个车辆这边的应用体验之后呢，接下来还是回归理性的话题，这个车型的乘坐上面来说到底如何，那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前排后排的这个乘坐上面的舒适度以及乘坐空间上的表现到底如何。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该车型作为2680毫米的这样一个轴距重新定义了之后，那么这台车型整体的前排和后排之间的这种空间上面的表现到底如何。首先老规矩还是前门部分，如你们所见上下车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注意它整个车顶部分这一侧